搭靠林文熙主事济公晚会，伫咧阿里山山脚会搭靠平地见面。伫咧二月初二，济公圣诞的日子，就有来自全台湾济公晚会的邀请，真侪的信徒前来进香回乡。陆续到来三月初三，先天上帝也的圣诞，阁有三月二三的妈祖节。台湾是进入着进香活动的大盛会，更加会选择第零人格会搭靠林文熙来回乡。全台湾进香团绵延来到香火十分的旺盛。搭靠林文熙主持济公活佛，在阿里山脚搭靠辟地建庙。在这个几啊十年前吼。济公活佛伊云游四海，拄好呢对遮经过，然后呢发现着遮有一地呢，伊会当来起庙吼，来行医救世的宝地啦吼，所以呢，济公活佛呢，伊就直接选择伫咱这搭口这个所在吼，来找着伫建庙这地的地主吼，苦老先生来甲伊呢化境显化，互伊了解。农历二月初二日是济公活佛圣诞千秋日。就来自全台湾济公活佛有功万千信众前来进香回乡。济公活佛的圣诞千秋呢，来自着咱全省，咱的济公活佛的分灵出去，当来进香一处啊，还佫有呢，咱美国的这里做纽约吼，美国的纽约有组团来咱龙文寺参香包括咱的外岛吼，澎湖方面呢是。拢总有当个咱龙文寺遮吼来过路参香。陆续来到的三月初三是先天上帝爷公圣诞，三月二三是妈祖的圣诞，台湾进香活动进入大盛会。因为咱龙文寺呢是一个宗教圣地嘛，是地理真好吼，地灵人杰的一个好所在。来自咱全省有真济的寺庙中段吼。为着要爱挂水香，尤其咱龙文寺头前这条呢，也会使讲咱伫咱中部嘛，算是真大条的北疆溪，所以呢，因会来选择来遮挂水火的目标呢，嘛是爱找一块比较地理包较有灵气吼，而这个灵气的这个所在来遮进香来遮挂水火，像咱这边的高雄桥啊头德兴宫因呢准备了呢真济灯头，包括吼因周边。而这个工团来跟协助，拢总呢有二十几间吼，而这个大桥来跟呢参礼，来跟呢到赞助这个挂水香的这个气势。台湾进香活动非常的活跃，更会选择到地灵人杰搭靠龙文寺来回乡，全台进香团延绵香火鼎盛。谢新新闻蔡文东，甲观察员报道。